比如说，我们客家乡亲去到台南，刚收到过好的接待。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今天起是到市民一带，在台南火车站、韩国国铁台南站的旅游咨询中心，又提供汉语服务，希望鼓励大家多讲客，也要本国多民间思维到客家的好意。我是想请问一下哈，台南的客家文化怎样来行？台南市文化区间吼，伊伫遐林务是好啦嘛。第一摆来到台南的客家乡亲，假使路唔熟，又无人带路，唔是担心。作为行业去火车头顺口嘅旅游咨询中心，底部有两个行业职工，做得提供两多方面嘅咨询服务。也可以坐轿车，问旅游景点的服务，目的是希望台南更多的客家人的声音可以被听见。更多客家的文化也可以过在咨询、在问路的时候就可以被看到。二十人个由台南市出委会培训的行业职工，每日轮班到旅游咨询中心为旅客服务，不但有专业的旅游知识，还有最省心的热身服务。因为也退休的时间啊，有身体能力哈，虽然今年服务太重，也都爱避免哦轻浮的事情。我们过好客人的东西呀，所以我爱讲我们一个客人的东西吼，尽快向本所有的民众啊，所以我们过好来也无心碎嘛，唔怕。作为台南的热口门面，台南的旅游资讯咨询中心，在提供旅客咨询以外，还提高的客家跟能见度，为附上重点讲了的客家风采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台南报道。